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审判直击》，还未储够信心入市的准买家，如果想租住楼先，其实我们官网都有不少好正的推介的。今集为大家精选了三个租盘，第一个位处宝林的三房单位，一起看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廉物业经理，咁带大家过嚟一个二分园嘅三座中层 X 室嘅单位，我哋一齐过嚟买啦。今日同大家介绍嘅系656尺嘅三房租盘，咁景观非常开扬啦，主要望翻山景为主嘅。依家过嚟参观下。如果大家对呢个单位有兴趣嘅话，记得快啲联络我啦，拜拜。如果不介意住细少少，其实两站之隔的将军澳都有个不错的两房推介的。咁屋苑的周边配套相当成熟，啱晒生活节奏急速的都市人。大家好，又有美联物业嘅阿卓啊，今日带大家嚟参观一下嘉悦一座的一个低层E单位，我哋而家嚟参观一下单位啦。今日我哋要参观呢个单位咧，系属于一个两房嘅间隔嚟噶。咁单位实用面积咧系529尺，如果大家对呢个单位有兴趣，欢迎联络翻我阿 Jack， 到时再带大家嚟参观一下呢个单位啦。如果是中程海景单位，同区的维景湾畔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，而且呢租金水平还会低一些，一起看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有 Lena 带大家看楼了，今天带大家看维景湾畔的一个很罕见的一房单位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虽然这个是一房单位，但都有400多尺的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联络我了。不知道今日推介啱唔啱你心水咧？有边类型嘅单位想睇多啲，欢迎留言话我哋知。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